大家好呀，四月五号出生的小柴犬呢，现在已经慢慢的学会爬了，眼睛啊也都睁开了，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和他的狗狗们了。说起来也奇怪啊，这个柴犬妈妈酱酱啊，生了四只公狗啊，现在也长得特别快。这小柴犬是超级的可爱，它们一天呢不是吃了睡，睡了睡也吃啊。现在呢，随着时间的增加，又长了两项的技能啊，叫和跑。小狗狗哼哼哼的叫啊，真的超级让人喜欢。再过几天啊，等它们四小只会慢慢的走了，然后会轻轻的跑，就可以把它们拿到外面的草坪啊，让它们跑一下，见识一下外面的太阳。我发现呢，它们四小只啊，有三只像狗爸爸，长大以后啊，绝对是包子脸、小耳朵，绝对特别好看。还有一只小黑柴，这只小黑柴犬呢，长得也是特别帅，小豆眉啊，胸花也特别的对称。我真是非常期待长大后的小只柴犬啊。